文字经三千遍。弟子实在不知竟有这般谣言，还请大法师恕罪。我自逍遥自在，何惧闲言碎语。水神，恭喜你们人教大法师喜得贵子啊，男人生宰当真厉害。误会误会，都是谣言谣言。长寿邀我前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些小惊喜吗？不不不，弟子有件事需要与大法师商议。如今天庭急需人才，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才。我们或许可以引荐人教仙人加入天庭。师父，这是大法师赐下的增寿酒，能增寿元，提修为。哦，对了，这酒还有护肤养颜之效。师父，师父步入真仙境，便可以上天庭任职了。我突破到真仙境了，我修到了仙生巅峰。实力不够的，就把蟠桃弄成酒送给他们。保留营养风味的同时，加速提升修为。师妹师叔也快来尝尝吧。酒，小九要喝酒。上天庭任职。师父，不久前天庭发布了强兵计划的招募令，弟子自作主张将您报了上去。今日天庭要召您上天，封您为山神。我啊，师父，是我长寿。你怎么？嘘。师父，弟子这具化身的身份是玄都侠法师，你以后遇到危险就报这个名号啊。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？这名